日本的各个年轻学生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的秘书长的冈田健一。日本去年前年经历了一个浩劫，是311大地震。不过发生了地震以后，第一时间我们收到了台湾各位送给日本的非常大的，让我们的心情非常温暖的一个鼓励支持。所以呢，很多日本人才再一次认识到台湾朋友就是日本的真正的朋友，因为面临困难的时候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所以日本人再一次都认识到台湾朋友是真正的日本朋友。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好多好多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年轻人，为了表示我们对台湾的感恩的心情，开始一系列的活动，包括今天的活动在内。因为将来的台日关系是还是年轻一代人来承担，所以我们交流协会也非常高兴看到现在台湾的还有日本的年轻人承担这个责任，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昨天我参加一个活动，是日本的一个民间团体。这个民间团体是每一个星期在名古屋的火车站附近拉捡一点垃圾的一个活动，是每一个星期一次做。他们呢，为了表示对台湾的感恩之心情，去年也来了，今年也来了台湾。昨天在饶河夜市附近做那个打扫活动，我也参加了，也有这种年轻人的团体。今天又看到这个谢谢台湾的活动，去年也有了，今年也有了，所以日本交流协会也非常非常高兴看到这种年轻人的活动。希望今天的活动得到很大的成功，也希望将来也能够得到台湾的各位的各种各样的支持。最后预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冈田先生。日本人会荒牧理事長が今日所用でこちらに来れないんで、代わりにご挨拶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那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台湾日本人会的理事长呢，他有事没有办法前来，所以由我代为致辞。私去年台湾に参りまして、震災時は日本におりました。那其实呢，我是从去年的时候才到来到台湾的。那在正在发生的当时呢，我人是在日本的。日本にいる時から台湾の方からいろいろなご支援をいただいたということを聞いておりました。那其实呢，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非常多，其实台湾人非常热情支援日本的一些故事。私事ですけれども、私も被災地にボランティアでですね、行ってまいりました。那其实呢，我自己本身也有前往灾区去担任志工。聞いているのとは全く違う非常に悲惨な風景を目にして、非常に惨惨たる気持ちで帰ってまいりました。那其实呢，我直接前往灾区之后，亲眼看到才知道说，这些灾区的状况其实根本不像新闻报道那么简单，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状况。那我其实抱着一个非常就是落寞的心回到我原本的住的地方。その時に感じた言葉、やはり一人一人の小さな力が大きな力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した。那时候呢，我深刻的体会到，其实每个人的力量或许是微薄的，但是只要大家能够团结一致的话，这股力量它就会变得是非常的有力，非常的强大。で今ここで台湾に参りましてですね、このようなありがとう台湾実行委員会の皆さんがですね、こういう営みを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ことを知りですね、とても感動しております。那我来台湾之后呢，知道我们这边谢谢台湾实行委员会呢，这么多日本的大学生，他们努力的在为就是日本付出，谢谢台湾，他真的感到非常的感动。日本人会としましてもですね、震災の時はですね、1億円の寄付を集め、日本に送りました。
那其实呢，日本人会在这一次的赈灾当中呢，他们自己也有募得了1亿日元的款项，那他们也把这一笔款项全部都捐赠给灾区的民众。今こういう若い人たちがですね、台湾の方と一緒にまだこの営みを続け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非常に意義を感じております。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过了两年，他看到了，其实还是有这么多日本的大学生，还有我们台湾的朋友们一起在为日本加油，他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台湾の方の、感謝の台湾の皆さんに対する感謝の気持ち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忘れないように日本人会もですね、精一杯、サポート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皆様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那我们日本人会呢以及所有在台湾的日本人，我们也绝对不会忘记台湾人的恩情，那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在台湾努力，也请大家多多给予支持。これからも台湾の皆さん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好，今后也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黙祷。请默哀。